这个偷懒真的是超级明显哎！桌上放一把宝剑，完全不做事，其他人都在辛苦工作。哦，原来我就是那只偷懒的乌鸦。好吧，我不开说他在偷懒，这其实是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啊，短暂的休息是为了展现出更好的效率啊，还是？我爱打字，完了，这个人已经是社畜的形状了，他已经离不开打字机了。哎，但不得不说，这个游戏的角色真的很可爱，这个小乌鸦。怎么这个看起来超级奇怪的？乌鸦会用羽毛来爬梯子，看起来可爱归可爱啊，但是看起来有种诡异感。干嘛？他还活着，该用强烈一点的攻击来打我。他是不是在嘲讽我？完了，他在说我软弱无力啊，是个没有能力的小鸡鸡啊！可恶，我被嘲笑了。指派没有完成，你的死亡现在已经无法避免啊！不都是因为你抢走我的灵魂，还打我闷棍，让我倒在地上，讲的好像是我的错一样。干，这个人自己被困住了，还要害我欸！有三个大家伙。北方老巫婆，东方的国王，西方的野兽。好啦，大概都知道，这就是这个游戏要打三个王。然后这个门打开，应该还会有一只王。他现在就是把我当工具人就对了，因为他想完成他的任务，所以就逼着我把我的灵魂干走，不让我回不去，让我只能沦落到跟他一样的状况。他就是一个，先跟你说，哦，抱歉，我让你回不去了。你如果想要回去，你就得帮我完成我的任务。干，我回不去还不都是你害的？还要我帮你完成你的任务？这谁？很像是面包超人里面有一个，就是他头也是这种样子，然后打开里面就有炊饭可以吃，里面的汤的鲜美程度来批判我干嘛？哼，喝你的脑浆是不是？罐子头，哇，他是我的同伴嘞，我以为他是守门人之类的。啊，我想喝他的汤哎，可以喝看看吗？完了，第一个王出现了，我剩一滴血，要不要开盘？要不要开盘？一次过，敢不敢？一次过，我等你们下注啊，我再开打，1分钟给你们下注。好，开始，干！我靠，没有死了，干！我天，不是欸，阿龙突然冲过来。看，快笑死！来帮死去，真的，来帮直接死去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孙子要求我把他奶奶暴打一顿，那我肯定是义不容辞啊！打老人是最棒的爱好啊！我现在就帮你开启这个爱好啊，孙子，交给我，我要去揍你奶奶了。我一定会把你奶奶打到连你都不认不出来啊！哇，见面就骂人家小王八蛋，看来我把你打到你孙子都不认识你啦。瓮之巫婆，哇，自闭，祖母自走这么大。
面就翻滚了，那得。二阶了，我也剩一滴血。奶奶有点强啊！赢了，奶奶！我还打到连你孙子都认不出来啊！受你孙子的嘱托，我还打出屎来啊！奶奶，哀悼一位有很多名字的女士的逝世。陶瓷老太婆，祖母，罐子。祖母没了，好啦，孙子，我已经完成你的嘱托啦。我最喜欢打老人啦，把你奶奶打到连你都认不出来了，他现在在骨灰里面了，跟祖父相聚了，确实脑袋有罐。哇，这个小角角也太可爱了吧！门之王，这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哦，这个人很和善呢，我以为他要揍我。拜拜，老板，拜拜。跟他讲，问一下好了。在短短时间内就已经达成比我数不清几年都无法完成还多的成就，那就代表你是个废物啊，灰乌鸦！我跟你不一样啊，还敢利用我啊？朝东走，穿越森林，国王，好，妈的，这个感觉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是你知道你的上司是个废物，但你还是必须得听命于他的指令去做事。可恶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？什么东西？这个电梯也太人工化了吧！哇，一个人工智能的电梯耶！这个人到底要怎么下来？他就一直卡在上面就对了。欸，他的脚超小的，他的脚超迷你超可爱的。跳上去，好，一屁股坐死他的士兵，很厉害。